陽光燦爛嘅 Emily 潘德玲，今日咧我就要為大家展現呢一個破畫嘅老虎仔，係啦，就係呢一個老虎。咁佢有咩意思呢？大家可以睇到呢個老虎係比較可愛啲啦，同埋係真係活潑啲啦、趣致啲啦。一般上咧，大家對於老虎嘅印象都係佢哋可能好惡死啊。然之後就好惡死啊，同埋好惡死啊！咁其實我都唔係一個唔惡死嘅老虎嚟嘅，但與此同時咧，我都有點講咧，有同理心嘅一面啦，有勇氣嘅嗰一面啦，同埋趣致嗰面嘅 ，exactly 就係展現喺呢個老虎嘅身上啦，有王者風範嘅同時都趣致嚟。系啦，咁啊，今年就系老虎年啦。你谂我会点过呢？其实因为我系 KL 零嘅关系咧，一般上我都系会留喺 KL 度同屋企人一齐度过啦。然之后平时大家都各一各忙，咁喺呢个过年嘅时刻，大家就可以团聚一齐睇下贺岁电影，就咁又一年啦。咁喺老虎年，我 Emily 潘德玲祝大家虎虎生威，虎年行大运。